刘也太大方了，一出手就是73200的钻戒，谢你。7万多的钻戒，真是人无外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。不多，看来我老大又猜对了。哎，你就在商场。行，那你等我一下。刘月，我去办点事，一会儿过来。你就在这等我。孔阳接了个电话，好像有急事儿，走吧。我现在是继续守着徐家优，还是跟上孔阳？按老大吩咐的办，跟孔阳，我守徐家优。最近公司发生了不少的事，我知道你压力一定很大，要不休息几天，我陪你出去度个假。妈，我现在怎么走得开啊？越是这个时候，你才越应该避嫌。我避什么嫌啊？你知道我说的是魏哲，说实话，对于他的做法，我不奇怪。他从前做独立公关人的时候，就处理过很多棘手的案子。我相信，他用过同样的手段。妈，之前你不是还跟我说，他是值得信任的人吗？从前是从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就事论事。我相信他是真的想帮你和 DL， 但这不代表他的做事方法没有问题。现在的事实是，他的做法的确对 DL 声誉造成了影响。所以你现在跟他划清界限是明智的选择。我划清什么界限呀？我这个界限划清的程度是多少啊？分手可以吗？你别赌气，琳琳。为了公司的大局，该分手时。在说什么呢？之前我们遇难的时候，魏哲一直在帮我，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在说什么吗？现在他出了事儿，你让我把他甩了，就是为了自保。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情我做不到。之前我想听你们的，跟他保持距离，可是现在我不愿意了。作为一个总裁，我做了总裁应该做的事情，现在我要做一个女朋友应该做的事儿，那就是跟我的爱人一起共度难关。忠言逆耳，你别犯糊涂。我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我也知道应该怎么处理，可是我现在需要时间啊。是。我明白。好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。你可能还要再等一下，薛总和 Robot 才算通话。没关系，魏哲的事情，薛总怎么说？他明白你们 DL 这是在弃车保帅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并不足以挽回我们小律师的声誉。所以你们得尽快想个解决方案。现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小律师的声浪越来越大，我们的压力真的非常大。
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林嫂，怎么了？啊？那你赶紧送他上医院，我马上过去。好。对不起，安迪，我儿子发烧了，我得去医院，你帮我跟薛总解释一下吧，实在抱歉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没想到吧？别担心，乐乐已经看过医生了，医生说他是呼吸道感染，要安排做个检查。一会儿你先带他去那边的检查室，我排队交完费后就过去找你们。快去啊！我知道了，马上把照片发给我，你和安东继续跟着。一定很难吧？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面对的。你别想甩了我。舒晴，沈先生给乐乐做了思念金牌虾水饺，他在门外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算了，我不去了。今天幸好有沈先生在，不然就我们俩真的顾不过来。你不知道，我今天抱乐乐下楼上救护车，沈先生在楼下，他一听说乐乐病了，马上就跟来了，一路上一直忙前忙后照顾我们。今天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碰巧。乐乐没事吧？好多了。不过那个样子还是有点难受。医生已经确诊了。流感。会传染。你自己小心点。嗯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不早了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，你走吧。你心可真够大的。
你真不想知道啊？我这段时间为什么消失了？又为什么突然回来了？我不想知道。我那天一个人在机场等了很久，我本以为你会来，我带着你，带着乐乐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开开心心的去度假，那该有多幸福啊。看来是我异想天开了。等到最后你也没来，我真不想再见到你。你说两个人要是不见面了，会不会就把彼此忘掉？可是当我知道小丽是又出事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我稀里糊涂的又出现在你们家门口。你说说，我是不是傻？傻，特别傻。我们两个人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无论将来我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用管。可以，你的事儿我不管，乐乐我必须管。他是我的儿子，可他现在病了，你有时间吗？小律师那边情况不容乐观，你根本没有精力照顾他，你也别想多了。我不是想再纠缠你，我就一个人闲着也没事干。我喜欢这孩子，我想照顾他。至于我们的关系，你决定，我尊重，但我不会放弃。我要说的事就这些。白天穿成这样是有多见不得人。魏哲，你说他把自己捂得这么严实，是不是事先就准备好的呀？我大胆推测一下，许家优是客服部的小组长，所以他非常容易拿到这份投诉记录，而他的男朋友又是孔阳。我猜很可能是孔阳让许家优偷出了这份投诉记录，然后给了这个人。孔阳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为了钱。一开口就要给许家优买70000多的钻戒，如果没点飞来横财，哪来这么多钱？那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猜这个人就是那个清风徐来，只是我们看不到他的脸。现在还不能证实他的身份。魏哲，这个背影我熟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他是谁了。
找到你了吧？我刚去拿了化验单，医生说了，乐乐的烧已经退了，再过两天就能出院了。你守了一个晚上，回去睡一觉吧，这儿有我呢。还是你回去吧，你也辛苦了。现在要睡觉的人是你，你人在这儿，心都飞到小律师那边了吧？不吃饭不睡觉的，你身体会累垮的。你听我的，赶紧回去睡一觉。睡醒了之后，你该去公司去公司，该解决你的事儿解决你的事儿。别说那么多了，你快回去休息。估计你咳嗽，可能是被传染了，记得回去多喝水。我去。我来看看乐乐。魏哲，这个背影我熟，我知道他是谁了。谭新凯。咱俩是得见一面。从下周一起，这个办公室就属于你的了，满意吗？谢袁总，非常的满意。智慧星对你这次的效果也很满意，吴总已经口头承诺了，明年的公关费增加40%，我决定由你全权负责智慧星。袁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。事情这么一闹啊。小力士恐怕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，比小力士还要惨的，应该是魏哲，这个上海公关界的翘楚，连续四届最佳的独立公关人，现在成了过街老鼠，声名狼藉，恐怕还要惹上官司。这才是你想要的结果吧？什么钱？什么客户总监的位置，都不如你看着魏哲落到如此下场，来得痛快吧。不管结果是什么，袁总，您的目的达到就好。魏哲犯的最大的错误，就是不应该招惹上。好好干。你别误会，我们……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要隐瞒你跟沈一杰之间的关系。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么做。别说沈一杰已经离开明世了，就算他还在，我也不觉得你们在一起有什么不对啊。你就不怕我和他的关系会影响公司的利益吗？你是公司的合伙人，公司的利益和你的利益是一致的，从这点上我就相信你。你也是女人啊，你有追求自己爱情的权利，所以我祝福你们，就像当初你们祝福我和魏哲一样。魏哲呢？怎么样？
现在还好吗？嗯，我们再努力。之前我们帮助很多人寻求真相，这一次我们要为自己而战，要向大家证明他是被冤枉的。当初是我坚持让外哲走的，换我吗？我能理解你们的立场，都不容易。不说这些了，我今天是来看乐乐的。顺便跟你说一声，小丽这个项目交给我吧，你安心的照顾乐乐。啊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，别觉得我是来抢你的客户什么的，我只是想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想跟我说，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你。你就别费心机了，我知道你今天是有备而来的。放心，在这儿，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。现在可以了吧？你这种人呢，我真的是信不过。想聊没问题，换个安全的地方。好啊，还真是个好地方。赤膊相见才最安全嘛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你想从哪儿听啊？那个清风徐来，就是你吧？所以从泰国小力士奶粉的新闻爆出来以后，你就开始布局了。你错了。从你害我被君来家选开除，没办法在上海立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布局了。我也要让你尝一尝当过街老鼠的滋味。结果终于让我等来了小力士这个机会。所以你是在报复我？就那么恨我吗？我为什么不恨你啊？我本来有一个美好的前途，有一个温柔善良信任我依赖我的女朋友，可是这一切都让你给毁了。我好不容易在上海打拼回来的一切都是你埋葬的，魏哲，我为什么不恨你？你不要总是把自己的错误推卸到别人身上。你落到今天这一步，完全是你咎由自取。是我逼着你收受明氏的贿赂吗？是我逼着你为了君来家选的职位出卖江达林了吗？从我跟江达林重逢那天起，你就戴着有色眼镜看我，调查我，试探我，为什么呀？不就因为我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吗？没有家世背景，所以你认定我跟江达林接触一定是有目的的。你为了在江达林面前证明你是对的，你们俩设局一起来试探我。没错，我没经得住诱惑，你就真的这么正义这么高尚是吗？魏哲，只不过你没有遇到一个足够大的诱惑，不然的话你跟我一样。但是我绝对不会触犯法律和道德底线，更不会利用我身边的人，尤其是我爱的人。
你干了这么多年的独立公关人，处理了那么多棘手的案子，你敢说你每次都是正义的吗？操控舆论，掩盖真相，暗中调查，设套陷害，这不都是你们干公关常用的招数吗？拜你所赐，我也学会了。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，我比你干得更漂亮，更狠，所以你才是输的那个人。我今天出来见你，就想当面的告诉你，魏哲，你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我不会给你翻身的机会。那就让我死个明白吧。我不相信你的能力能够布这么大一个局。你背后的人是谁？你很快就会知道了，我马上就是明氏公关的客户总监。是元素。薛总，现在各大门店都有客户上门要求退货，分销商也在追问我们会不会召回产品。我们现在面对多方面的产品质疑，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办 ？I don't mind how you do it. Solve the trouble as soon as possible, or you will be in trouble. I promise. 谢谢。不用每天下班都来陪我，多累呀。我不是来陪你的，我来是要你陪我的。你坐那么远干嘛呀？过来抱抱我呀。你怎么了？有些事儿，我还是得告诉你。其实那个人的身份我已经确认过了。你跟谭新凯见过面了？那你怎么之前不告诉我？我怕你心里难受。我一点都不难受，就是觉得有点失望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啊？报复。你怎么来了？打电话你不接，发微信你又不回，我以为你出什么意外了呢。我给安迪打了个电话，他说你这几天天天住在办公室里，我正好路过，所以就来看看你呗。谢谢你啊。怎么了？你说你好歹也是飞扬集团的薛总啊，你这。你现在成什么德行了？你看看你这个头发油的，还有眼袋，连胡茬都长出来了。你说你至于吗？这什么事情
给你打击的这么不顾形象了。行了，是不是还没吃饭呢？走，我请你吃顿好的。算了吧，我这样还是不去了。没关系的。头发稍微弄一下，衬衫扣起来。还是很精神的啊！能看见你真好。嗯，其实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来陪陪你，替你发发牢骚。虽然我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吧，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尽管跟我说。谁让你是我的老板呢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，我要离开 DL。一，我是不想连累你。二，只有我的处境过得越来越惨，害我的人才会得意，人一得意就会忘形，这样我们就更容易找出破绽，查出真相。我要举报他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们没有证据，这一切都是他口述的，他是可以否认的。那孔阳发给他的邮件呢？这个不算是证据吗？这个我也想过，但如果警察要是追究这封邮件是从哪儿得到的，我该怎么回答？我不能连累安东。但新凯和元素这样合谋害你，绝不会让他们心有不满。怎么了？有件事儿，我拿不定主意，我想听听你的建议。我爸之前的那个钱，不是还剩60多万吗？我大姑的意思是，把所有的钱都给奶奶。为什么？老家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。我爸是长子，按照老家的规矩，应该由爸爸给奶奶养老送终的。可是现在他人没了，我也不可能回老家去生活。以后照顾奶奶的事情，就落在他们二老身上了。所以，他们说这些钱就当是奶奶的养老钱。你怎么想的？我爸刚刚去世，他们又来跟我谈这些事儿，我脑子真的一片混乱。我妈妈没得早，小时候姑姑还带过我，我挺感激她的。我真的不想因为这件事跟他们闹得不开心，所以我现在特别乱。我想听听你的建议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他们说的这么简单。赡养老人，替父亲尽孝，无可厚非。原来爸爸怎么做的，你就怎么做。就算突然发生了什么意外，你该怎么照顾怎么照顾。为什么要把照顾压力都放在两位长辈身上呢？我是个外人，我不懂你们之间的情感，但我知道这笔钱是你的，是爸爸留给你的遗产，该怎么处理应该你自己决定。这笔钱你交给我做投资，我随时都可以取出来，你决定好了，告诉我一声就行。怎么这么着急找我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飞扬集团正式发函了，说要跟我们解约。我们已经尽了全力在维护小丽氏奶粉的声誉了，甚至连魏哲都开除了。他们怎么就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呢？这也不能完全怪薛姨，她现在压力也很大。
但我今天来是要跟你说另外一件事情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你说，我们已经查到，无论是小丽氏的事情，还是魏哲的事情，都是元素和谭新凯设的一个圈套。元素和谭新凯？对。你确定吗？我很确定，但是我们没有证据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们说服沈英杰，让他帮我们找到元素和谭新凯勾结在一起做这些事情的证据。啊，这个翼龙，这个呢？乐乐，你说。霸王龙，霸王，恐龙。觉得为难就算了，我在想其他的办法。小丽是奶粉这个案子，对你是那么重要吗？为了保住小丽氏，我坚持让魏哲一个人承担责任。其实我心里很愧疚，我不是不知道江大林跟魏哲帮了我多少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没得选。不为难你了，本来呢，你就没有帮我的义务，更何况，我们两个人现在连朋友也不是。那我要帮你这个忙，你会跟我重新开始吗？别这么看着我，开个玩笑而已。其实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我不得不承认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有你在身边的感觉真的很好，很踏实，很真实，很温暖。但是横在我们两个人中间的问题，始终都没有解决，跟你没关系，是我的问题。如果你愿意，你把你的顾虑都说出来，我们一起解决。如果我们真的还可以重新开始，我希望那是因为爱和谅解，而不是利益和需要。虽然我很希望你可以帮我这个忙，但是你提出的条件我不能同意。终于跟我说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了，挺好的。明天乐乐就出院了，你好好照顾他。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不会袖手旁观的。等时间冒出嫩芽的声音，才逐渐看清窗外风景，调匀的呼吸小心翼翼，谁的心事揉成秘密，等回忆缓慢无声的提醒，城市中那一些繁文如里，浮生犹如在风中旅行，渺小却华丽，生无力表